算什么能耐你！东山，那你等等，我们来谈话。 走，给咱爹迁坟。 你要干什么？铁盒子，你好。<笑>照你这么种庄稼，到了秋天能把种子收回来就不错了。我第一次在这么宽宽的地方播种，真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。这地种的太浅了。太浅了？对，咱们这儿年年都有倒春寒，地种的浅，出的芽就会被冻死，就算不会被冻死。 这儿的风大，庄稼根浅，风一吹就倒了。
到时候就出不来了。天猴子，我们敬你，怎么样？天猴子，韦参谋，你的消息来得太好了，再晚一点我们就有大危险了。现在咱们把兵力分开一下，只有这样才能把敌人的部队甩开。我带领团部和一营到大东沟一带活动，老杨，你带领二营到团山子去，老郭，你带领三营回到你们的老窝四道河子去。是，等鬼子清剿完事儿，我们再集中。妈的，这伙小伙子摘上我们了！跟定都算，还是古贺联队？对，就是他们，他们是先头部队。好，按部署行动。是。小鬼子这次清剿动静整挺大呀、南面有4000多人，是小野和川上的部队；西边是日北联军的山林讨伐队；东面靠苏联，他们更是重兵把守。团长，哎，咱们现在是四面受敌啊！哼。行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不过你还得回到铁扇公主的肚里边去，我们很需要你的情报，只有了解了敌情，我们才能冲出重围。是，哎，我还得把我的几个交通站告诉你。还有交通站？小瞧我，打埋伏呢，这是纪律。团长，转移吧。好。哎，用脑子记住那几个交通站。嗯。抗日連合は我々皇軍の総統計画すでにしているようだ。さもなければ奴らはすでに殲滅されている。今奴らの残党は満州とソ連の国境付近で活躍している。その目がなければ今まで生きていないぞ。我々はすでに三高地一帯で異常電波を計測しています。しかしまだ解読はできていません。你们一定抓紧把関連的眼睛挖出来。はい。科长，他古贺也管不着我们警察厅了，凭什么对我们发号施令？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共同的嘛，他的级别又高。上次破获抗联的那个交通站，你们要是听我的，说不定能弄出多少线索呢。嗯，你方江县要大雨是对的，可中国还有一句话叫杨用陈晃，对吧？明白了，我会尽力而为的。嗯，那个跟你失散多年的女人叫松田好吧？你不想见见她？不，我不想。这不是你心里想的吧？秀水洞靠近三江镇，
临近干练打游击的山区，你在这边活动，有一个隐蔽的身份，不是一件好吗？不，为大日本帝国效力，我邱振海没有半点私情。再说，我马上就要成为大和民族的成员，过去的旧情已经连根拔掉了。好，真不愧是皇军可以信赖的将士。哎，谢谢科长。来，听说山里的抗联被小鬼子打散了，死了不少人呢。瞎说你！屯子里都这么传的，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我也听说了。这小鬼子人多，又是枪又是炮的，够抗联招架的。我就不信了，这老说抗联打没了，这不一直还打着呢吗？哎姐，我想参加抗联。这么晚了，什么人呢？谁呀？家里要长工吗？给口饭吃就行。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？上次那要饭的，对，饭的，咋又跑咱家来了呢？啥意思呀？咋老跑到我们家要饭，咋不去别人家要饭呢？魏大哥，上回我就觉得挺奇怪的，果然是你。快进来！这天下怎么这么巧啊？你啥时候搬到秀水头来的？要饭要到了，救命恩人家了。魏大哥，啥救命恩人啊？这是我二妹天星。当年你姐啊，把我从棺材里救出来的。要是没你姐，我这命早没了。这救命之恩，这我还没报呢。别提那事儿了，当年你也是大英雄。我佩服你才救了你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魏大哥。那你现在干啥呢？现在走投无路了，一直靠扛活混饭吃呢。我留下来给你家扛活吧。啥狗屁英雄啊！在抗联好好打日本鬼子，跑咱家来扛活干啥呀？抗联被打散了，我这是走投无路了。咋的？抗联真的完了？这完不完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早就不干了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你先在下午睡一宿，留不留你，明天再说。姐，天月，拿两个菜团子。天星，拿盏灯。在院子里等着，叫你去等会儿。留不留？哎呀，姐，他是个逃兵，窝囊废，你留着有啥用啊？真是的。抗联打散了，他没有投降小日本，就这一点，这人就还行。姐，你还老说他是个英雄呢，我咋看一点都不像呢？你不知道，闭嘴！行了，多少说两句，赶紧把下午收拾出来。对了，魏大哥当过抗联的事儿，谁都不许说出去。那就留下当驴使。你说干啥呀？下地呀！留下我了。美的你，赶紧扛了一仗走。哎。
不吃早饭？哦，我们那个都吃过了。我不要工钱还不管饭？你们家干活怎么干？孙大哥，你要再不来，就出人命了。天星，你这个倔眼，你咋起这么早啊？我这牲口才刚喂完。你逗我！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大姐，那个魏德民是像你说的哈？我说啥了？精神呗。精神啥呀？一个扛活的，他可不像个扛活的。这魏德民这干了一天活儿，这下色儿愣说到镇上有事儿，你说他能有啥事儿啊？是啊，都这么晚了不回来了吗？他是不是去找抗联了？他找抗联，抗联要他有啥用啊？啥也不会干。哎，当年他可是大英雄，真的。他原来啊是个读书人，在大连的时候我救过他。他跟我说，日本鬼子进攻山东的时候，把他全家都炸死了，把他媳妇儿也炸死了。那以后他就参加了抗联，后来日本鬼子把他抓起来了，什么刑法都用尽了，哎，就是没从他的嘴里撬出一个字来。真的？嗯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这小子还行，还像个真爷们儿。当然了。哎，是不是他回来了？天星，嗯，你去问问他吃饭了没？啊，行。
问你个事儿呗。啥事儿？我听我姐说，你咋好像还是个挺了不起的人呢？我有啥了不起的？我今儿拉犁拉累了，我得歇了。哎，你先别睡，你先别睡，我还没问完话呢。你说。你被那日本人抓过去，他到底给你用的什么刑法呀？真的一句都没说。我忘了。你说这人躺在棺子里啥滋味儿啊？没啥滋味儿。那时候都晕过去了，要不是你姐救我，我真的没命了。这是个人都受不了。我说心里话，要是我的话，我肯定受不了，真的。我觉着你行。你咋就觉得我行呢？我看得出来。你说你这人吧，这别的方面都不咋地，就是眼神还行，看得挺准啊。哎，你这在我们家准备是常住呀，还是短住啊？这我可说不好，这得看东家心情。我就是东家呀。天星，让你问问他还吃不吃饭，这么半天。哦，问了，问过了，吃了，人说吃了。哼。哦，你吃了吗？吃了。啊，吃了就行。拉风箱吗？你看你拉的这火，这边热，这边凉，这边都糊了，那边还往下呲溜呢。哎呦，大老爷们啥都不会干。起来。看见没？这烧火呀，柴火要这么加。拉风箱得把劲儿使匀了，悠着。看见吗？这均匀溜溜的，又省劲儿，又省柴火，就像过日子。不能一阵风，一阵雨，那日子是啥呀？日子就是这灶台里的火，急了呢不行，慢了也不行，就得是文火，慢慢慢慢的烧，那才长远，才有滋味。这些老爷们说这些，你们也不懂。鸡一对儿，饱一对儿，吃饱了打个嗝，站起来就走道，门一框他就没影儿。
天两头的往出跑呢，他能有啥事儿啊？是啊，还总那么晚回来。留下当驴使，哼，这不已经留下了吗？我是说，你俩，那个，哎呦，你就别吭哧瘪肚的了，姐，老三的意思说，把那魏德民留下来，给你当个上门女婿。对，你俩胡说些啥呀？快吃，大姐。你也真得找个人了。哎呀，咱俩给大姐搭个搭个就行了呗。你们俩别胡说八道了，好不好？老三，你怎么跟老二学的一点正形都没有？姐，你要是不要这人的话，那我可就慢慢琢磨了啊。那你就琢磨吧。东家，我回来了。吃了吗？吃过了。这儿有饭，你看，慢慢琢磨啊。哎呦，这一看你就是没下过地，哪有你这么绿笨的，跟拉猫屎似的。一股劲儿的，就你这能耐，还敢跑出来找活干呀？谁敢雇你呀？也就我们家吃点亏。哎，你把你手伸过来让我看看。看啥？叫你伸过来就伸过来。看，我一猜你这手上准弄炮。没事。看呐，就不是咱庄家把式，没出过大力。嗯，孙大哥，孙大哥，他是我山东姨妈家的侄子，以前呢跟别人在外头做小买卖，从来没有干过农活。哦，孙大哥，一会儿吃完饭，我教你绿凤。
咋回事？这没事，不小心碰着了。碰哪儿了？碰哪儿了？看着了，还唬我，这哪是碰的呀？枪子打的吧？没事，石头溅的。这啥？盐水。跟我还藏着掖着呢。当年把你从棺材里救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啥也不说。后来看了报纸才知道你是抗联的。这些日子你干了啥你不想说，我也不再问。我知道你干的都是正经事儿，都是爷们儿干的事儿。放心，这儿就是你的家，我们姊妹仨会护着你的。忍着点。姐，你真的啥都不用带了？啥也不带。这俩人在家里一点待不住。地都种完了，你还不让喘口气儿啊？哟，那非得去三江镇啊？姐，你老三的心思你弄不透啊。二姐，你说啥呢？啊，我说啥了？我说你想到镇上那绸缎布扯块布，我说啥了？这月儿，嗯，来，快点，干啥呀？嗯，不用了，大姐，拿着，快，早去早回啊。嗯。二姐到了。哟，月小姐来了。你们掌柜的呢？掌柜的刚出去啊。啊？去哪儿了？他也没说呀。多早回来？这可说不好。烧饼。这不扯吗？白来了呗。走吧。天一。天星。大娘。大娘好。哎，你俩怎么来了？想你了呗。天一，有日子没见着你了。嗯。哎，何光上你们家了？道上没碰上？没有啊，都怨他着急忙慌的，非要赶小路，上了吧。没事儿没事儿，那个啊，走家去。那个今天别走了，在大娘这吃饭，大娘给你们做大卤面。哎，走。大姐。周掌柜的，哎，真是不巧，老二老三去镇上了，这会儿功夫八成都到了吧？是吗？啊，你看我往这儿来，他们往那儿去，你们咋就没碰上呢？没碰上。大姐，啊，虎子有消息了吗？没有啊。走了这么长时间，一点信儿都没有。就是说的嘛。可能是他去的地方不方便吧。我听说很多劳工都去了煤矿了，还有金厂子、林厂子的，也都有信儿回来了。那你说虎子到底能去哪儿呢？啊，这是我们家过来扛活的，这是三江镇绸缎庄的周掌柜。啊，周和光来了。进屋吧。哎，好。刚来的吧？哦，我看你不太像是扛活，咋不像？以前做买卖的，
后来怎么不做了？赔了呗。哎，你哪儿的人啊？打山东来的。啊，那你家里边还……掌柜的，好打听事儿。随便聊聊吧。我知道，你啊，是关心他们姐仨，怕我是坏人。你俩聊得挺热乎的，屋里坐。好好好。二姐，你快点！急啥呀你？啊，想见人周和光了？那早就回家了。大姐，虎子的事儿你别太着急了，我一定找人打听到他的下落。嗯，费心了，周掌柜。啊，你留步吧。我出去一趟啊。又要很晚才回来吗？不会的，这周掌柜的咋的了？不像个买卖人。啥叫不像个买卖人呀？人家开着正经的绸缎庄呢。好，哎，我走了。啊。这周和光回家，咱也能看到他呀，不信人抄近道啊。都怨你，人家周大娘说留咱多坐一会儿，你偏急着走。要多坐一会儿，我就能看见他。你提起老太太对你那样吧，我就眼急。他对我哪样了？又捏脸又捏手的，还越越我直起鸡皮疙瘩。他对我好，你还不乐意啊？姐呢？现在对你好，等你回头过门了，不定怎么刁你呢。不会吧？什么不会？就你傻、啊！别回头，别回头了！别回头，啊、别回头！快，别忘了，快！劫道的，这大街没日劫道啊！对呀、啊，你别怕啊、哦！你走，我去看看。躲着，往后走，我不知道你别出来啊！快快快！天佑呢？啊，在你们家跟你妈聊天呢，聊得可热乎了。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小心那个劫道的啊。天佑。啊。你们家雇来的那个扛活的，你们对他还是留点心吧。咋的了？生。